然而今天，当我们驱车从兰州出发，行驶在这宽敞的快速路上，映入眼帘的是路两边的绿树繁花，而温室大棚内成熟的圣女果让人垂涎欲滴。耳边传来的鸟声仿佛在告诉我，过去的秦王川通过生态修复发展现代农业，让这个地方的村民不用外出打工就能过上有钱的日子。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甘肃省兰州新区秦川镇的小横路村。这个村啊，曾经是有名的贫困村，盐碱地导致农田产量低下，村民呢不得不外出务工谋生计。这个村啊一度成为空村，但是今天这里不仅恢复了生机，而且成功脱贫致富。我们一起去找当地村民张大姐了解一下情况。张大姐，在等车呢。对，在等什么车呀？就是上班的通勤车嘛。这车来了，你看。车来了。对。你们每天就坐这辆车上班？对。这车看起来还不错。对，这车不错。你们多少人坐车呀？我们这儿有，你看七八个左右吧。然后上面还有很多呢，下去一路都接着呢。每天从家走过来远吗？下来的时候就走上10-20分钟吧。那也不算远，挺近的。这辆车是兰州新区现代农业示范园为员工准备的班车。张大姐每天乘坐这辆车上下班，至今已有1年的时间了。这条不算长的路程，将她从小横路村的村民变成了龙头集团的员工，也将他从一个建档立卡贫困户变成了一个拥有稳定收入的劳动者。老公今天出门了吗？林先生？我走的时候他还没出门。我们自己就是借钱买了一个那个小的那种挖机嘛，这就出去找活干。挖机好像还有点贵吧？贷款然后借钱买的嘛。他是。我们现在还在还那个车的贷款吗？不是还？还要还多少啊？每个月还差不多7000块。今年一还就完了。今年就轻松了。然后休息的时候喜欢干嘛？像我们上这个班就基本上就没有周末。如果有休息的时候也没有休息。他这个里面上班的话，那时候说的话，如果干满每个月干满满勤的话，还有那个全勤奖的，所以说我就努力赚那个全勤奖的。没那么努力，主要一个就是工资高吧。有多高？比以前多了几倍？比我上一次干的那个差不多，每个月能多1000块钱嘛，下来算。只要你出去肯干肯努力肯打工，他就有钱赚。张大姐工作的花卉温室大棚占地12万亩，里面冬暖夏凉，空气湿润，抬眼看去鲜花遍地，让人很难相信我们此时身处的地方是干旱少雨的大西北。张大姐说这是她做过的最美的工作了。工作的环境真的是太漂亮了，就好像在花的海洋当中工作。这比较热，你戴个帽子吧。好，谢谢。不客气。张大姐还挺细心，给我弄了一顶帽子。我怎么感觉里面没什么人呢？因为我们这里面现在都是高科技的那个吧，像灌溉啊啥的，它都是那个电脑控制，不用那么多的人。所以你看不到很多的人嘛。所以今天我们的工作主要是做什么？我们先采花吧。采花。对。慢一点。留一片叶子，然后等等，大概1公分、2公分这样，把它剪下来。剪下来。好嘞。这个就可以了。对。我可以来一只吗？可以。我剪一只。这个剪刀和平时的剪刀不太一样哈，看是这个样子的，中间有个小弹簧。对，这剪到哪里呢？这。哎，等，我先看哪只都别搞错了，剪错了。看。然后剪到这个叶子上面吧。这个。对。嘿，哎呦。使劲。好。还得使大劲儿才剪得下来，这不是轻轻一掰就下来的。你看，这个花，这个刺儿太裂了。对，打字机专门有打字。你小心一点。没事。张大姐把她的手套都让给我了，我还是被扎了。没事。张大姐嫁进小横路村已经20多年了，那时候家里还有几分耕地，但是由于土地盐碱化严重，经济效率很低，
村里的年轻人纷纷选择外出打工，张大姐和丈夫也加入了务工的行列。家里留下了年迈的婆婆和年幼的儿子，由于缺乏技术，夫妻俩只能做一些最基础的体力活。张大姐做过保洁，端过盘子，辛辛苦苦工作一年，家里过得还是不太富裕。而儿子突如其来的腿疾，又给张大姐的家庭带来很大的压力。张大姐夫妇带着儿子四处求医，儿子的一场病几乎花光了两口子的全部积蓄。我们只不过就是利用一个太阳能板的话吧。第二种，张大姐，咱们这个每天都有培训吗？对呀、这培训一般都是什么样的内容呢？就是你看上的话就、反正就跟着这个大屏幕，它培训啥每天都就不一样吧、应该是。每天都不一样。学了不少东西吧。肯定吧。张大姐的这份工作不仅工作环境变好了，而且公司内部每天都有技术培训，几乎每周都要请农林种植的专家来讲课。张大姐告诉我，在这里不仅工资有保证，而且还能学到技术。如今张大姐在产业园已经工作一年多了，是她至今为止最稳定的一份工作。当初兰州新区通过土地流转的方式，将包含小横路村在内的周围十几个村庄上千亩盐碱地进行集中整治，在原本荒凉的秦王川腹地建起这个绿色的产业园，一座座温室大棚拔地而起。产业园面向周边的村庄就近招工，张大姐和附近的村民一起成为了园区的产业工人。现在它花开了，高度可以，但是它还，你看它开放度还没那么好，所以我们就先不采。我们这边为什么会旁边再备一个人呢？要不然我一个人的话，他边采边抱，他那扎得很，有时候他还容易把那个花头给弄折嘛。所以就一个人采一个人抱。一个人都是两个人分一个组嘛，就这样的。因为我们这边它两边都长满了花嘛，稳定的工作，良好的收入，让辛苦了半辈子的张大姐看到了生活的希望。在和张大姐的接触中，我能从她的脸上看出心中的喜悦。用她自己的话说，这份工作就是钱多事儿少离家近，天天过着有鲜花的日子。朵朵绽放的花朵给张大姐的生活增添了一份甜蜜，每天接送的班车也让她告别了风里来雨里去的打工日子。短的放这边，长的放这边，是不是？长的和长的放一起，短的和短的放一起，比一比，基本上一样长的放一块儿哈。然后它就好包装了。所以我们的这个玫瑰的话是在这儿评级。你看，50、60、70、80。小小的鲜花，从种植到养护，从分级到包装，都大有讲究。张大姐早已将她的热情都倾注在这些鲜花里。如今张大姐的儿子已经健康如初，还顺利考上了大学。叔叔，过来吃个馍吧。好嘞。这是我的午饭。好的。哇，这馍馍给够大的，这么大一个馍馍。对。这菜是自己带过来的还是食堂里打的？我看今天中午吃了啥。挺实惠的。有白菜。然后油菜和这个油菜蘑菇、喜欢这个工作吗？喜欢啊。为什么呀？这活也不吃力，也轻松的。你们是每天早上坐那个大巴过来吗？不是、我们是自己开车，他们是坐大巴空心车的嘛。你们自己家里买了车了？他们家近嘛。近的，就在附近。你们之前在这上班之前在哪工作啊？豆腐，什么都干。你这边呢？都一样。一样。什么活都干。哪里有活去哪儿。选一个，可以在外边打工，然后还要在这儿选哪个？这儿是最舒服的了。这里好。又干净，对。也不晒太阳。也不是，对，就是。还东西也还不错，每天还能按时吃饭。对，就是这样的。那边干活的时候，我们就一天吃的是自己拿的馍馍了。
还不一定能按时吃饭吧？啊，那嘛，吃不上饭，你说工地园啊，偏僻啊，就吃不了饭呀。这样的挺好的，真的挺好的，这个平台真的好，不错。机器的轰隆声催促着农业产业化发展的脚步，邢王川大地上一片生机勃勃。张大姐的丈夫用助贫贷款买了一辆挖掘机，在工地上干起了工程，收入也十分可观。预计到今年年底，张大姐就能很快把贷款还完。到时，张大姐还打算在兰州市里买一套房，给儿子结婚用。越来越多的外出务工的小夫妻也回到家乡，找到了稳定的工作。许多村民的日子是越过越红火，也越来越有。张大姐告诉我，除了鲜花种植温室大棚之外，这里还种植新鲜蔬果，还有许多像她一样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工作在这里。对此，我也想去近距离的体验一下，看看究竟是什么让周边的村民过上了富裕的日子。感觉我不是来到了种植园，我是来到了游乐园。现在在采摘车上面，走吧，我们开车。哇，现在我们坐着这个采摘车就往前行驶了。平时我们的工人是坐在这个采摘车上进行采摘的，是不是？对，他们这个采摘车是便于工人在升高和降低的时候呢进行，这个打撤资或者是绕慢，或者是打头的处理。这个高处有番茄吗？还是底下的多一点？应该成熟在底下。你看咱们这个番茄多么的漂亮啊！我发现这个太好了，这番茄我能吃吗？可以。好嘞，那我吃了。猜一下，尝尝我们的甜度口感。特别甜，但是又不是很腻，就属于那种甜到心里面的那种甜。就哇，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甜的番茄。虽然已是深秋季节，但蔬菜大棚里仍然是绿意盎然，水灵灵的蔬菜令人心生喜爱。每垄水培蔬菜都有着档案编号，通过监测自动浇水施肥。我眼前的这个现代农业示范园水培叶菜生产基地被认证为兰州新区首家贡港澳蔬菜生产基地，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生产基地。今年八月，水培叶菜又获得全球良好农业操作认证，拿到了农产品进入国际市场的通行证，正是这科技加农业的现代规模化经营模式，让兰州新区的农业创造了良好的效益。现代化农业的发展不仅改变了当地的生态环境，而且让周边村庄的村民逐步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在走访中，我发现这里不仅有现代化的产业大棚，而且还能见到一望无际的高标准连片农田。就在这片平整的土地上，村民们做起了农业产业化的大文章，高原下采基地迎来了它的丰收季。大家笑得很开心。你看到我们合作社的老总就说，你看今年高兴的不行了。今年相当高兴。来采访一下，今年心情怎么样？今年比较好。怎么个好了？怎么个好法呢？今年一亩地，明年这一棵菜卖两三毛钱，三四毛钱。也是比较卖的受影响吧，就咱们没有速冻库，没有那个冷藏库。也是你装上之后需要拉着市场。市场能不能当时消化管不一样。我来一个。今年是我们有进单式的，我随时采摘完随时就进库了。这个人名叫李永峰，是新昌村蔬菜专业合作社的社长。今年新昌村种植的高原下菜喜获丰收，而李永峰的蔬菜合作社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卖上一个好价钱。李永峰告诉我，这可喜的变化是因为村子里冷鲜库的出现，这一切还得从李永峰成立合作社说起。再来一个，
这个行吗？这个大的行了，可以。那个是个特别野的那个，哦，品质好那个。那我感觉基本上都挺好的耶。啊，你看这个也是，这个就是整个蔬菜的品相，啊，它叫做商品性能，嗯，也特别好。咱们怎么去看它的这个好还是不好啊？它主要的这个饱满程度，嗯，圆润程度，就是最简单的，就是说长得好看的。来，你买菜也喜欢买长得好看的，对对对，不喜欢歪瓜裂枣。李永峰是土生土长的新昌村人，在他的印象中，以前跑地里的收入，一年到头来没几个闲钱攥在手里，种地是不可能脱贫致富的。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年轻时，他像村子里的许多年轻人一样，离开家乡外出打工。10年外出务工的生活，让他的思路越来越宽了。他意识到，种地不只可以种小麦等粮食作物，还可以种蔬菜，把蔬菜卖到南方人的餐桌上，价钱可以翻几番。而自己的家乡海拔较高，昼夜温差大，病虫害少，生长的蔬菜口感好。看到商机的李永峰回到家乡，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路。通过我们闽籍政府把咱们这个土生薄的地方取开，就取沙还土这项工程，然后把这个很把上面沙挖掉拉掉，从外面拉着很肥沃的土回来给咱们钱上啊，回钱，要不然我们以前种不出这么，以前种的小麦都不好好长。哦，通过这几年那个政府努力，嗯，我们个人上那农家肥，从外面卖农家肥，卖农家肥的话，现在把这个土已经啊，我看看肥了，你看啊，这个土已经很肥了。哦，我们这几年都是上农家肥上的多，化肥尽量少用，或者是少用点啊，尽量少。你看这都是农家肥嘛，还没有分解的农家肥。所以咱们现在这个土的话，是已经是自己已经养得很好了。对对对啊。就不需要再去外边拖其他地方的土壤了，这不需要，不需要了啊，这不需要。你看咱们这个土，原来的话就是一片沙地是吧？现在回想起来，李永峰还记得当初因为土壤问题，刚开始种蔬菜的时候，因为产量较低，并没有让自己的腰包鼓起来。兰州新区为了帮扶村民尽快过上好日子，在兰州市国土局和各个相关部门的努力下，通过科学的改良方法，使过去贫瘠的土壤变成了肥沃的良田，李永峰的高原下菜产量也随之提高了上来。李永峰尝到了蔬菜种植的甜头。这个称金蛋的，咱们甘蓝称为金蛋的啊，这个金蛋的一颗菜现在能卖到45块钱。哦，今年是最高去达到1斤1.6块，如果说它有2斤的话，是批发价吗？批发，我们进库价格。哦，进库价格。是进库，但是拉到南方。哦，南方最起码能卖2块。哦，太好了，太好了。我们往年这价格想都不敢想，今年确实好，家家户户能收入。不用外出务工，在家门口就能挣到钱。村民们也像李永峰一样，开始搞起了高原下菜的种植。可是，散户种植的模式，当蔬菜有病虫害时，农户缺乏科学的蔬菜管理，严重影响着高原下菜的品质。另外，有时由于没有商贩到田间收购，成熟的蔬菜会烂到地里。对此，兰州新区以科研院所加龙头企业加农业专业合作社的模式，为村民搭建了一个集种植和销售的产业链条。李永峰也成为了农业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科研院所主要做技术支撑，嗯，龙头企业主要做销售，合作社主要做带动农户种植，所以整个这个产业模式形成了。今年整个带动周边，光他们这个一个合作社带动周边将近6个村的村民发展高原下菜。哦，太棒了！3年的话，我们将继续扩大高原下菜的种植面积。技术有了，销售有了保证，规模化种植给村民们带来了可喜的收入。兰州新区对村里的种养能手还给予农资和资金上的奖励，村民们的干劲儿就更足了。如今，冷链物流已经进入了新昌村，冷鲜库的建成，村民们再也不用担心蔬菜保存的问题。从地里采下来的蔬菜送到冷库时，村民们就会从蔬菜专业合作社拿到现金。走呗，
这就到咱们冷库了。李大哥把我带到了冷库的门前，大家正忙得火热，走，咱们看看去。给他穿衣服是吧？我给你接你套。行。我先把他两个手撑开。好，来。哟，我这两个人都做不好。咱们这来，给你。不好，再重新改改，我看你怎么弄。直接就弄上去了。这样是吧？你们一天得套多少个啊？这个天多了套子多嘛。套子好一点。今天套了多少？今天我是他们套的了。他是农户，咱们是菜老板，送菜的。我们工人也是慢慢从不会训练到会，再到熟练，再到快。对，而且我们都是让他采用自建制的方式，套的多拿的多了。数量算的。所以他们两个是一起计件的吗？对，你们是一家人是吧？不是。那是炒菜的。工资现在能达多少件？这样炒菜的话，有时候300，有时候200多。一天是吧？一天200-300。那十天上30块钱了。十天就是3000，一个月有，一个月差不多上万了。这个跟个人数快慢有直接关系的。你像他们两个数快吧，数快上来就8-9千了，数不快就5-6千块钱。基本上现在都数快，来主持人。那我如果说工资那么高，我手也快。新昌村的田地边建起的这座冷鲜库，进一步节约了村民的运输成本，减少了新鲜蔬菜的损耗，也解决了更多村民的就业问题。高原下菜通过冷链技术和高效的物流，被送到了广东、福建百姓的餐桌上。李永峰的农业专业合作社也接到了大量的订单，如今村民们靠种蔬菜年收入就能达到10万元以上。这一切改变了李永峰靠种地只能过穷日子的想法。这是咱们刚才从田间地图咱们上的那点菜回来打完冷之后，遇冷之后把它的温度拉下来，今晚上就装这些走了。然后基本上明天就可以到达目的地了，是吧？后天到达目的地。后天到达目的地。所以咱们这个冷链很重要，就是很重要，保护它的这个保鲜度哈。你如果以前没有冷链的话，我们得拉着兰州市场去卖，能不能卖完还说不上。大清早6点起来踩上车菜去，能不能卖也说不上。现在呢，我们老百姓啥时候有时间，就现在有时间就踩上车菜，就晚上进库了。所以老百姓销售不愁了。以前没有这个库的话，菜踩下卖给谁呢都是问题。现在我们有库了，直接踩下不用问，拉过来我们就收购了。咱们这个库投资多少钱？大概投了400多万。400多万。建了多久？建去年刚建成的。咱们政府的农户企业也是国有企业。挺好。你没有他投啊，老百姓不敢投啊。老百姓不敢干这事。对，有政府牵头的话，我们就敢干了。从黄土荒坡到万亩良田，兰州新区将零散的耕地集中流转，重新平整土地，进行现代化农业规模化种植，不仅为当地提供了就业机会，创造了经济效益，更加改善了长期困扰秦王川腹地的水土流失问题，生态效益更加可观。兰州新区从一片荒芜的小山丘到西北地区重要的经济增长极，国家重要的产业基地，乡村振兴春风让周边村民的幸福生活从梦想变成现实。这里蓬勃的农业产业发展和美丽的花卉种植带给我的是震撼，带给当地村民的是一张张美丽幸福的笑脸。我和张大姐约定，等她新房建好的时候一定会再回来，我们将去往下一个美丽乡村。